一，我们家有三口人，我爱人，我和我们的孩子。二，我和我爱人结婚三年了，我们没有孩子。三，我们结婚五年了，我们有两个孩子。四，我爱人在银行工作，是银行职员。五，我在汉语教室学习汉语，下课我在网上学习汉语。